有，把这滚下看。这儿花椒。青花椒，少里挖。里挖的脚不要。盐来的，料酒来的，把牛蛙腌入。切点配料，大蒜拍一下就行了。胡萝卜切坨。倒入宽油，油啊裹上淀粉，下锅炸。油温提升了，下锅炸。大蒜捞出来开始炒，青花椒炒香，生姜大蒜泡椒，少来点辣椒酱，搞点啤酒。再来点青汁，把汤汁熬浓，加入瓜，盐、糖、胡椒粉、生抽，牛蛙下进去。来点青红椒，起锅，我这身体好，你起来。手好点没？有痛吗？起来，牛蛙，不要。我哎呀，好难过。我剁那么多，直接搞点羹了。吃羹了，搞一锅酸一锅。不像牛蛙涨价啊？牛蛙好像，俺两把嘞。
23。呀，干一杯啊！干一杯多好。呀，这锅有点大呀。哇，好大。嗯。看什么都涨价。嗯。涨这么点价。嗯。鸡子涨价吗？鸡子没有，反正是。像咱们说水的油的东西都涨价。你这是什么原因呢？喂鱼少吗？我觉得喂鱼这么多啊。那不好，少了少些了吧。那个瓜还蛮好吃的瓜。你看。那个应该是那个胡萝卜。胡萝卜。嗯。水瓜。嗯。这胡萝卜。嗯。这青花椒好香，青花椒，嗯，像五香五蒜肉，花椒味蛮浓，嗯，反正它跟那腥味改了，没腥味了，我给人一杯洋酒过来，满足。那个娃娃鱼我吃了蛮多，那娃娃鱼要很热，嗯，要不是原装蒸的，嗯，嗯，那牛蛙肉实嫩。嗯，那两还有那个灯笼辣椒的。嗯，泡椒。那玩意儿那玩意儿蛮脆，酸酒酸酒的。嗯。哎，搞点汤。青蛙是不是跟着呢？还没吃过，没吃过那个的。嗯。哈。看这牛蛙。嗯，那个也不是那么好吃。嗯。